走在队伍最后一人，身穿球衣，他是前北市副市长彭振声，双手背上铐，还用北所的蓝色外套遮挡，法警陪同下步入北检，这是他第三度遭到解体。彭振声证人转被告，涉犯贪污图利遭到羁押禁见，检方要厘清的就是金华城自创奖励容积率方式，当初向北市都发局提出申请，请求核转都委会审议，彭振声因此向上级，也就是时任市长柯文哲指示签核，这中间是有什么事由，以及有没有从中得到好处。检方力拼在羁押期两个月内侦结，火速传唤相关人。19号先找来威金集团底下子公司鼎越前董事长朱雅虎。等一下金华城的事情。想替自己喊冤，他讯后请回。隔一天20号上午再找关键证人，威金集团长期都市计划顾问鼎越开发公司董事林清到案说明，金华城案当中开了3次便当会。2020年6月23号，应小薇邀请邵秀佩、陈玉坤和林清等人讨论容积奖励方式，7月就拍板定案，流程哪边有问题，检方抽丝剥茧找出答案。董文全、卢品农、姚一婷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